所以嘛，林总，分行保重时，为了关怀乡内弱势家庭甲经济变难户，今年再度集结社会各界爱心，举办岁末寒冬送暖慰问活动。今年拢总有分行乡190户变难户接受关怀，希望大家拢会当过一个好年。规桌顶的生活物资，拢是社会各界爱心所捐赠，参与分行保重时所举办的岁末寒冬送暖慰问活动。最近早暗时特别冷。分行保重时今年再度结合社会各界爱心来举办冬令慰问活动。分行保重时主委表示，今年保重时邀请社会各界善心人士共同来参与做爱心，为着避免爱心重复，这届所关怀对象是针对因为种种因素无法度申请补助的社会边缘户进行慰问，互因同款会当感受到社会对因的关怀。真正互大家感受到讲，年假有一点啊温暖。咱分行保重时哦，每年一次迄个寒冬，岁末寒冬岁末送暖活动啊，来今仔开始进行哦。啊，咱有连续的庆典哦，在咱新年头旧年尾哦，基本都寒冬送暖，啊，过来就咱就迄个过年相关吼，初一到初三有迄个红圆，搁食平安餐。欢迎各位神经大定吼，来遮甲咱指导参与安尼，祝大家新年快乐！即个慰问活动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伙为社会尽一份心力。我逐年拢有摕来遮，你问咱迄个主委。我偌认真了，我会再送去迄个南投的学校家里去校庆，啊才去赶袂赴，紧赶过来。啊对啊，你为什么会想讲要来赞助咱活动？哦，我着足爱做爱心的，恁，各处家庭我逐年拢在做。哦，那关怀这个多济啊！嘿啊，这各处家庭一定爱救济。今天吼，我们在宝藏寺寒冬送暖的活动，我们全家便利商店、新台富，我们一起共同参加这个盛举。那我们有募集了很多的物资，有包含卫生纸啊、全家的连菜哦，以及口罩，以及民生必需用品，有洗洁精、洗碗巾这之类的东西。我们要希望能够在这个寒冬来临之际，有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点有机会去帮助我们比较清寒的家庭。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点能够帮他们去度过这个寒冬。这届冬令慰问活动结合了企业、个人、团体等等来自各界的爱心，拢总有190个分行乡的边缘户受到慰问，将社会善心甲温暖深入人心。新中华新闻北边林分行彩虹报道。